今晚这饭又是见不着荤腥啊。哎爸，咱家这伙食可是越来越差了，再这么下去没法吃了，快赶上一苦饭了。就你们每月交那点钱还想吃什么啊？你还经常不交。现在谁还靠工资过日子？也就是咱们家。不靠工资靠什么？靠抢银行，逮着就枪毙。要是逮不着呢？胡说。这么点的孩子不想着将来怎么去为国家做贡献，倒想着去抢国家银行。是您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爸，我瞧咱伙食挺好，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嘛。不思进取，小富即安，典型的小农意识。亏你还是国家干的。哎，我向着您说，怎么冲我来了？何明，哎，把你那事跟爸说说。一点点小事洒洒水了。什么事儿还瞒着家里啊？嗨，没什么，就是说呢，以后我每月额外向家里多交500块钱，就贴伙食费里吧。500块啊？哪来这么多钱？是不是还没等我动手，你已经先把银行给抢了？不要胡说，本来我不想说，从明儿开始我就要走学了。走学？嗯。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背着领导去私下演出？反正是面向基层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吗？昨儿呢有噱头到我们团来团这事儿，想让我们给出个底包，看了我的大鼓，说我这活还能担当，每场治点黑鼠总比干拿份子强啊。虽然没玩那么嗨吧，可也念不到哪儿去。怎么说了半天，我怎么听着像日本话？爸，这都是他们演员的行话，说了您也听不懂。哎，你就跟爸说你一晚上能挣多少钱吧。啊，嗨，绝处，说了也上万，一晚上才100块钱。一晚上，这个一个月就是3000呢，这你可比国家主席挣的还多呀。不是天天晚上都有演出，弄好了一个月也就挣1-2000吧，是不是和平？也不光为钱，为人民服务吗？和平演出怎么还不回来？和平演出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你说这和平演出，哎，至于吗？就这100块钱就把您烧成这样，见过钱吗？100块钱还少啊？你一晚上挣100块钱，我看看啊。哎，怎么着？我没挣过是怎么着？我现在手里有3个公司，成千上万的现款打我手里过，我含糊过吗？前天你问圆圆，我一个电话50万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是的。后来你说跑业务跟我借5毛钱坐公共汽车。你别提这事儿了，提这事儿干嘛呀？你还别不承认，那是爷爷给我买冰棍的钱，这不我写的借条啊。这5毛钱还让二叔写借条啊？真是自有甲方贾志新为联系业务，特向乙方贾圆圆展借交通费人民币5毛，严明3日内归还，每日利息5分，空口无凭，立此为据。圆圆，你怎么叫二叔放高利贷呀？亲是亲，财是财，他说3年以后还我6.5毛，我才借的他。我替二叔还你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累了吧？不累，还行。哦，就是观众忒热情，老鼓掌让我返场，我受不了。哎呦，阿敏才返1回，我返3回。哇，哎呦，啊，麻烦你给我倒杯水。哎，妈，今天演出都谁去了？全是大腕儿吧？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也就是阿敏、阿玉、阿英、阿东、阿欢、阿庆，说相声的阿坤、阿巩、阿猴、阿文，演小品的阿红、阿山、阿丹，说大鼓的啊，腕儿最大的就是你妈了。
哎呦，这水怎么那么烫？我兑点凉的。哎，妈，那您现在跟他们都认识了？反正他们让我签字呢，我都给签了。你妈这人从来没架子，尤其是跟阿拱说相声的阿群还机油，弄20多个手术风让我签呢，呵，累得我这腰酸手疼的。都治下来了。哦。哎，拿去，念谱，留着给家里花吧。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什么，我那包里有发的夜宵。哎呦哎呦。拿出来搁冰箱里，不然弄坏了。早上给大伙儿当早点吧。哎呦，可乐、面包、香肠、牛肉，你们夜宵可真高级哎！这是双份儿，阿敏那份没要，也让我拿回来了。以后子晚上有演出，咱家这早点算省了。不止早点，这钱买肉能买好几十斤呢。爸，您先拿着花去。哎呦，拿着。和平啊，哎，辛苦了啊。你看看你嫂子，既丰富了首都的文艺舞台啊，又贴补了家用。您再看看你，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儿，吃饱了啊，什么事儿都不干。哼，这差距有多大呀？你得好好对照检查。爸。您就甭老说志新了，有我们吃的能没他吃的？就是呢，以后我常有演出，家里的事儿呢还得您老多担待着点儿。没问题没问题，保证给你搞好后勤。你还干看着干嘛呀？蓄水呀。这儿这儿。哎呦，你没吃饭呢你！哎呦，你要捶死我呀！轻点儿。你走了两天学，这钱没挣多少，脾气倒见长了。你少废话啊！哦，对了，明天晚上我还有演出呢，告你爸5点半提前给我一人先开饭啊！哎呀，让小张去买点排骨红烧了啊！再做个鲫鱼汤。人家说鱼汤对嗓子好，好些演员演出之前都喝鱼汤。弄个素菜，别忘了放香菇啊，不是没法吃。饭后甜点，就来个八喜冰淇淋吧。再来个巧克力奶油蛋糕也就行了啊。你这么老多，我拿笔记下来吧。那你明天自己跟爸和小张说不行吗？我明儿想多睡会儿。再说我起来也不一定有时间跟他们谈，明天阿英过生日我也得出席，是吧？阿坤他爱人上香港，到机场我还得去送，都是朋友，不去不合适。哎呦，志新那工作问题啊，你就安排在晚饭时间我跟他谈啊，还有圆圆有什么事儿也安排在那时间啊。你爸跟小张的事儿就往后排排吧。我的天，你比我们部长还忙呢。那是，部长挣多少我挣多少。咱们家这味精啊下去的太快，我已经跟小张说了，不要什么菜都往里放味精。爸，瞧这点小事儿，哎呦，给您20块拿着买他2大袋味精让他搁去。倒不是钱的问题，主要是小张这个大手大脚的作风。您呐，有那功夫，您多休息休息，还能延年益寿呢。志新，那电话打完没有？我这儿可等着呢。不是，给找人家了，马上就来，我有急事儿。你那事儿再急，他能有我急？公用电话，马上就来了。哎，你先让和平打吧，他吃了饭还要去演出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。哎喂，哎，坤哥吗？哎，坤哥，我是平妹呀。啊，我没事儿。哦，您有事儿啊？您有事儿您忙您的去，我没关系，我不挂啊，我等着，我没事儿、哎、啊。小薇，
你没事儿你不挂电话，我这有正经事儿你不让我打。你能有什么正经事儿？哎呀，您那事儿正经，你不是也跟人聊天吗？人家还不爱跟你聊。我这跟人谈生意去。哎呦，给你20，打个的找真人谈去。啊回来呢，再加10块。哎哎哎，票留着啊，回头让我们学徒给报销。哦，嫂子，我这可好多底票，您要能报，您全拿走。这电话你爱打多久打多久，我绝不推您。等您打完了，我再打。这30我就算落下了。妈，我的学校表演比赛得奖了。好，好。明天开发奖大会，妈妈您能去吗？你瞅瞅妈忙成什么样了，你说什么呢这孩子。走，妈给点钱啊，拿点钱去买点吃的去。我不要钱，我要妈妈去告诉领奖。这孩子你我喂坤哥，喂坤哥，没有，我跟您说啊，我没什么别的事儿啊，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啊打劫。哎呀，拿走。喂坤哥，思凡，你给我钱干啥子嘛？哦，他是不是病了？没错，是病得不轻。不是，斗哥那场血那确实叫泥了啊！前几天、啊、对了，和平，我还忘了告诉你了。哦，和平，啊、和平，欧巴，您缺多少钱？您说话啊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有雨，我是让你想着带雨衣。你说你给我钱干什么？这是莫名其妙。